常梳理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看过的表演吧，因为我还那个蛮在山洞里。其实我是住在宜兰，不好，这里有宜兰人吗？哦，都没有啊。那大家都是哪里人呢？都是台北人吗？有台北人吗？有，还有哪里？不是台北人的，你是从台中人，所以你们是从台中来的吗？特地来的。今天有特别是想要看谁的表演，还是都看这样子哈？很好啊，太棒了，所以才会来到这里。好、哦，大家就是可以在地上也可以坐啊，就是大家可以放松一下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有看过你耶，对，你是克里夫吗？哦，看过你的表演，你今天有表演对不对？你是几点？帮你宣传一下。4:40是不是在哪边？在春珠哦，大家可以看他表演《捕获野生的克里夫》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下一首歌，我唱一个最近写的一首歌啊，因为它是宜兰的歌，所以在写宜兰礁溪的歌，所以听起来会有点礁溪的感觉这样。对，大家有去过礁溪吗？有泡温泉的一个地方，对。冬天快到了，又快要可以去了。这首歌叫《Heart to Heart》。